来了。Yes, what? 哦，打扮得很漂亮。啊，走走，你咋没换衣服嘞？我这不是换了吗？哎呀，不要，你换一件嘛。我这个挺好的。哎呀，我记得你有一件黑领的那个外套，然后配一条裙子。哎呀，那拍出来肯定好看。不用，这太麻烦了。这挺好的，我。你们要去拍艺术照？啊，是。我跟你们一起去呗，反正我也懂点摄影基础。你不用去，你呀，就是好好学习，别乱跑啊。好嘛，那我去图书馆了。嗯，拜拜。拜拜，小姨。太好看点了。哎呀，就换一下嘛。哎呦，不用那么麻烦，太折腾了。气质，换了嘛。对嘛。嗯，拍出来好看。嗯，好。回。这，陛下。这行吗？你看，好看，好看，真的好看。走吧，快！停下。小心，他的东西。你不是在红沙窝吗？哦。我妈说你不会做饭。哎，小心。啥子东西啊？你这是？宝贝。哎呦，快起来嘛！啊，你妈妈已经卖菜去了，快起来！你姑姑跟你舅妈带你侄儿侄女来耍了。你是啥子意思？你是啥子东西？马上小年了，过一会儿去赶大集啊！对。一会儿记得买蒜苔，过年必须吃蒜苔。要得。哎！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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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
年味儿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？我想，是从一堆不熟悉的人闯进家里开始的。去哪儿啊？你慢点走。这家是一个新进的网红店，他们有独家的剧本，并且说是镇店之宝。几个小时？八个小时。还是你不至于啊你啊，公费玩耍多好的差事。要是让我妈知道我每天玩剧本杀玩到脸色发青，她就算在手术台上也要把我骂得脑壳发病。想不到你还是个 rapper。说真的，你妈妈现在病怎么样？恢复的好不好？你每天一个人照顾一病人，你自己累不累？你摸蚊喽。老板关心下员工，这不挺正常？你先别说话，再加一点口红，这样呢，你看画上一个妆，是不是气色就会好？我觉得有点太红了。哎呀，不红，别擦，别擦，我去，好看，现在好看啊，不许擦。我有点不太习惯，我调一下。不红，好看着呢。来这儿干嘛呀？这话应该是我问你吧。妈，其实我有事儿没跟你说。什么情况？你交男朋友啦？这不是好事儿吗？你要让你妈早知道了，她得多开心呀！有什么好瞒的？
对呀，我就正想跟你说这个事儿呢。妈，我实话跟你说了吧，我谈恋爱了，这是我男朋友。妈，什么妈呀，叫阿姨。阿姨你好。你好。你好。你叫什么名字？阿姨，我叫尹乐。尹乐，小尹。哎，小尹，你是做什么工作的？啊，我是那个去聚乐路小学教思想品德。啊，真的？哎呀，你让人家自己说嘛。阿姨，她说的都对。好了，妈，我们要去图书馆看书了啊。别啊。啊，那个阿姨，我们走了。好啊。小姨。对，你快点，回见，我们赶紧看书去。回见，回见，行，拜拜，好好看书啊。放心吧，妈，他们老师跟你。啊，走了，哎，小伙子蛮精神的哦，懂礼貌，有教养，跟我还是同行。对，工作稳定，还有寒暑假。哎，对他刚才说他在什么学校来着？说是聚乐路小学。聚乐路小学。我怎么好像没有听说呢？会不会是在天府新区啊？哦，天府新区好，以后买婚房不限购。哎呀，丁老师，你连这个都笑了，我真的是，这孩子你说还不告诉我？咋啦？啊，没事。哎呀，快点，马上有事还等着呢。好，拍。嗯。怎么回事啊？你不是说这辈子都不可能吗？现在也不可能。你一定要帮我保密啊！如果下次再看到他了，你就说我们每天都在图书馆里复习 CPA。CPA， 啥意思啊？注册会计师考试。你不是学系文的吗？你怎么考会计啊？我本科学的会计啊。厉害啊！我店里的财务都是我自己做的，我太知道这东西多难了。嗯，所以我都想雇个人来帮我忙。这就对了。你和叔叔今年怎么过年啊？我们跟平时一样，没什么仪式感。哎，那不行，等着。哎，礼尚往来，拿着，这样。谢谢啊。不谢。那我走了。嗯。新年快乐。新年快乐。走了啊。
都做好了。好。先吃点菜，然后我再盛饭。舒少爷，姐，这一次赶活啊，孙膑走得太急，大家都辛苦了，也感谢你们都来送他。我的宝宝留在我肚子里面经历生死了，娃多大了？儿子流走了。做母亲真好。祖刚走之前啊，他说想看一眼春天，所以他才坚持了那么长的时间。今天过小年了，就快立春了，就差那么一点点。他走的那天啊，雨下个不停，这好容易到了下午，终于天晴了，还出了点太阳，楚刚高兴的像个小娃儿一样。他说他好久都没有看到春天了，春天真美。阿姨，楚刚是我们同学里面最乐观的。我晓得。朱刚不希望我们天天抹着眼泪过日子，他希望我们呀开开心心的啊。你放心，你也要好好的啊，开开心心的，可不准生病。反正啊，早早晚晚是要见面的。什么儿子？我听刚子说，跟你们在一块跳舞挺好玩的，他可高兴了。我就是没见过。妈，我那个手机里有咱们那个。啊，是吗？对，给您看。
巡查的情况怎么样啊？都挺好的，没什么问题。今天早点下班，回去吃年夜饭。哎，好嘞，主任。哎，我说，我说，哎，你来评一下，你来评一下，你等着，你给我们评一下，你哈啊，是这样的哈。哎呀，我们在一起打麻将了，等于是说好了的，每天人轮流打扫卫生。对不对嘛？王大爷说点钱，他就为什么不打扫，还在里头抽烟的，来我们评一下。哎，主任，你说嘛？每次打牌呀，我都给了牌桌子钱的噻，是不是嘛？哪有让我在打扫那个卫生的道理啊？他们非要找我要钱，非要喊我买一块钱。大爷，大爷，我找你钱，要不咱们回头再说。哎呀，我要回去。啥子？等一下，不要说了。哎，不对呀，这个麻将馆不是已经关门了的吧？关了，我们都在屋。麻将馆是关了。走大的，门窗那些都是封得好。我们是那个是，小吴教育了我们都很注意那个事情。不，对，你们忙。我们屋头打的。这怎么回事？这是？说话呀。那个主任，啊，刚开始几天。确实关了啊，后来大爷大妈闲不住，我就跟他们商量，能不能不扰民的时间段打一下。胡闹，这你自己处理不了这个事情，你回来跟我们商量一下呀，大家一起处理吗？怎么能自己去做决定呢？还跟他们去谈条件？你这个就不是领导能力的问题啊，这是个态度问题。检查啊，你给我做出深刻的检查。咋个了？行了，丁老师，差不多了。什么差不多？年年有余，鱼还没买。咱家不年年都涮火锅吗？而且你心情也不舒服，就别买那么多了。你不是爱吃鱼吗？我这从小到大爱吃的菜，你都买齐了。我小学说过一次的炸藕盒，你都买了。买这么多，真吃不了。咱俩这鱼还是要吃的。哎，你这薯片就别拿了，这零食啊！我这个看电视的时候，老板，哎，这个鲈鱼怎么卖啊？儿媳一块吧。哦，来，给我挑一个。哎呦呦呦，这鱼这太大了啊！那都成精了吧？今天都大年三十了，鲈鱼啊只剩了那么几条了，那条还是比较小的，要不要嘛？如果嫌大的话，买鲫鱼嘛。哎呀，谁家里过年的时候吃鲫鱼了？还是要鲈鱼的。那选一下吧。哎，老板。妈，啊，咱俩真吃不了这么多，而且你也别太累了。哎呀，我现在不累，那以后躺着累才好啊！又说这种话，呸，赶紧。放心吧，累不着。再说弄这几个菜，你老娘还是搞得定的。不是还有小云，我再叫上董德奇来帮忙。哎，也叫上小允啊，他喜欢吃什么菜，我去准备一下。那我哪吃的？哎呀，他啥都吃，你做啥他都行。咱们家过年好久没这么热闹了。你不是爱吃藕带吗？一会儿我买去。那是我上次在小姨家那么一说，人家做了我肯定说好吃啊。啊，这你都记得？哎呀，哪个当妈的不记得女儿说过的话了？哎，老板。哎。哎，那就把这条给我吧。哎，这个鱼啊，刚好够四五个人吃。你要再选会儿的话，只更大的了。当心哦，不要切啊！过年的鱼肯定不能切噻，你懂的。好，谢谢啊。哎，在这儿看着啊，我去买藕带去。哎，不要了。哎，你真是你屋头宝贝哦，看你妈对你好好哟。是，我妈对我可好了。小吴，主任叫你接待室。他叫我啥事儿？他没说。哦，行。哎，不，这是东北的木耳，好吃的这个。哎呀，小吴，快来。哎，那不好意思，二哥。哎，没事。不，这公共场合不也得？不，溜达劲儿，别溜达了，真的不能收。没事，我们孩子不懂事。不能收啊！我们孩子不懂事，您别计较啊。不，小吴是个好同事，我们一定会好好培养的。一块让你爸爸妈妈休息去吧。哎，谢谢，拜托您了。哎呀，好。哎，不好意思，快去休息。哎。
哎，好好好。妈，他这是办公室，咱们不能，不能见领导，可是能一样吗？又不是邻居。哎，小吴，哎，这个，这我同事，这我爸、我妈还有我弟。哦，叔叔阿姨好，弟弟好，哎，快快快，你同事啊，来啊，你看人家那个美人长得好乖哟。阿姨，来来来，阿姨请，阿姨请。哎，有好吃的，来来来，小心阿姨，来来来来，阿姨，来来来，来来来，这个来来来，哈尔滨红茶，真保持。好，尝尝。有有有，够了够了，阿姨，谢谢谢谢。这个是小吴父母带的红茶，尝一尝。哎好，哎小吴小吴，来来来来来来来，不好意思。哎，没事没事，麻将馆的事儿呢，我也具体调查研究了一下，啊，你出发点还是好的，想两全其美，但是呢，这个做法确实有点欠妥。是是是，咱们只有治标治本，才能长久的为人民群众服务。以后遇到这种事儿啊，咱们多商量再做决定。好啊，好不好？一定一定。嗯嗯，味儿不错啊。好，没问你爸爸妈妈啊。好好，快去快去。谢谢主任，嗯，谢谢主任。明白，嗯，你赶紧回去上班吧，别一会儿又耽误工作啊。不能，我不能，哎呀，我工作老认真老好了。现在刚才看领导还批评你呢。妈呀，这就批评那一回，让你赶上了吗？这不，你俩这点儿赶的，我给我们主任都吓着了。哎呀，你拿吧，那个，哎，不懂事。明白啊？哎，我怎么觉得瘦了呢？啊？没有，我还能瘦？我天天吃八碗吗？你看，你看，我说吧。这儿的东西没咱那儿好吃。哎，你乱说啥子哦？成都没得好吃的，简直是笑话。那咋瘦了呢？姑娘，是不是太累了呀？累？我累什么呀？那我真觉得你瘦了呢。你这个老长时间没看着我，把我想瘦了吧？姐，我们这儿没给你添麻烦吧？啊，对呀，没给你添麻烦吧？没有，添什么麻烦呀？领导那边没事是吧？那领导那红肠不都吃了吗？你们大包小裹还给人拿鸡。那行那行，没事我没事啊。明妹儿啊，你就别让妈操心就行了哈。哎，好了好了，上班了上班。哎呦，又来了。没气儿啊。行了行了，你赶紧走吧啊。那你们先回去吧，做好吃的等你啊。哎。你看嘛，一会儿就闹热了。甘蔗买回来了。哦，买回来了，放门口就行。啊哎，这个要拿红锁锁绑起哈。你啥时候让我买锁了？哎呀，什么锁不锁的？姨夫说的那个锁锁，那哎，红绳绳，红绳子给它捆上，铺个彩绳。红绳系上。哎，就在那个鞋柜抽屉里面。这个。啊。回来了，五百。你有没有看到我有什么不一样之处？您好看不？您哪位？你怎么这么仗义你啊？妈，管管他爸，他老这样。太夸张了，好看好看。哎，躺一下躺一下，美丽吗？好看不？哎呦，那么红哦，就像喝醉酒一样。难看死了！不是我姐说她研制的新年装吗？好看吗，大姨？哎呀，让开让开！你是不是骗我？我没有，你我妈从来不说我不好看。哎，你们两个摆桌子。哎哎哎，好呀好呀。新年快乐！新年快乐！不耽误你回家过年吧？阿姨亲自邀请，我能不来啊？再说我家吃的迟，吃完这顿也来得及。行了行了，怎么样？做事做全套啊？怎么样？试试。不错。头发怎么回事？跟二溜子似的，搞得我有点不太好意思。哎，你这礼物多少钱啊？我转给你呗。我就算是个普通朋友，我登门来拜访，我带点礼物不过分吧？好吧，那谢谢你啊，普通朋友。嗯，待会儿别说错话啊，不然弄死。你最努力。嗯。你天天被扛，随便。什么随便随便传了？我能打篮球吗？对啊，你不对我好点吗？谁逼你？哎，不是要吃火锅吗？是噻，是要吃火锅嘛。我跟你说，这个地方生意好得很，平常来根本吃不到。那个是个公园哦。啥子公园？火锅店。就是吃火锅。我跟你说，今天这顿火锅，我们半年以前就订好位置了。
带你来，哎，开下眼界，凉快哈。哎呦，真的吓到我了，吓到你了。火锅店搞成那个样子，啊，哎，你看这菜好新鲜嘛，哎，可以吧？好，香得很。走，走走走。哪儿哦？哎，妹妹，妹妹，你在哪儿？在这儿。你记不记得我哎？你叫我啥子？到了，到了。好好好，坐坐坐哈。谢谢。好好。你今天有点好看呀，你的小帽子。坐了，坐了。小妹儿多了，好便宜哦，好香啊！哎，等等等等，你说两句来。哎呀，家里很少这么热闹啊！欢迎小姨、小姨父还有菲菲来到家里啊！这一年呢，经历了很多的事情，有好的有坏的，但是都过去了。新的一年呢，希望大家都能够越来越好。然后我最开心的也是我要当妈妈了。哎，还有我，我最高兴的就是我马上就要当外公了。那我还不是马上当外婆了？那得干一杯了。越来越好了。哎呀，哎，吃菜啊，吃吃吃，看看我手艺怎么样？嗯，哇，大姨的手艺，嗯，可以。简直是巴适，嗯，来，我提一杯啊。首先呢，我祝咱们这个大家庭所有的人都健健康康、平平安安。嗯，不管我们相隔万水千山，让我们的生活呀都过得巴适的很。第二啊，太幽默，这口音。祝我的大闺女啊，你呀从小就喜欢成都。爸爸希望你在你喜欢的城市里开开心心，工作顺利，生活顺心。放心吧，爸，我贼好。看看于妹儿，妈就知道你跟妈年轻的时候一样，就喜欢在外面闯、啊。哎呀，我要早晓得她那么喜欢成都，我才不得嫁到东北去了。还能有我了吗？怎么的？哎，后悔了呀？特别后悔。来不及了。来来来来来，喝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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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起喽。小叶啊，陪叔叔喝一杯噻。叔叔，你这酒看着挺补的啊。哦，这里面都是好东西啊。这酒有多少度？有三。人家是乖娃娃，不喝的，我喝。哎，我陪叔叔喝一杯，没事没事。来，叔叔。哦，真接，叔，谢谢你啊！啊，哎呦，哎呀呀呀呀！哎呀，快快快快快，吃点菜，吃点菜，吃点菜！好好，盐和酒都要少碰。对对对对对，我哎呦，我平时其实也不太喝酒。嗯啊，小燕啊，那平时抽烟吗？哎呦，我平时不抽烟了，抽烟都是不良嗜好，对吧？其实都是个人的喜好嘛。就是个人的爱好都不同，是吧，叔叔？来，我敬你一杯。就是嘛，啊，就是嘛。小燕啊，那你平时还有一些什么爱好呀？平时没啥别的爱好，我就喜欢看书。哦，哎呀，爱看书好，爱看书好。对对对对对。我们家人也都爱看书。哎呀，看来还是一路人哈。来来来，看书，尝尝你小姨做的这个腊肠。这是他拿手菜，小姨自己灌的呀。嗯，我这看着就好吃啊。尝一下，尝一下，尝尝。嗯，这味道真好吃啊，小姨。多吃一点吧。来来来，对对对对。哦，还有叔叔做的口水鸡。好好。哎，你俩是在哪里认识的呀？啊，图书馆。是在哪认识的？嗯。哈哈。我忘了，你俩连在哪儿认识自己都记不清楚了是这样的啊，剧本杀和图书馆呢，它是在同一条街上，所以我们是在那个街上认识的。对，我们那天刚出图书馆，然后之后在剧本杀门口碰见了。哦，俩人都喜欢看书，是是，有共同的爱好。嗯，对对对，好好好好好。这不错，来来来，对对对对，吃点吃点，吃点吃点，吃点。他不会踩我。陪陪，哎，咋子？耍朋友没有啊？哎，没有。你是不想耍嘞，还是没有找到合适的人？哦，要求有点高啊。哎，对头对头。哎，北京的房子有点贵啊。哪个在说房子的事情嘛？说结婚，说结婚，你咋又说房子了？哪壶不开提哪壶，哎呀。陪陪，嗯。你这次回来就不得走了啊？
我替你妈妈说，你这次回来是要当老板的。啊，不是，是我就是回来支持的。是不是搞科研的哦？哎，搞科研的啊？嗯，是。哦，这有了不得哦。哎，你们听说过那个马斯克没有？说的可以把人类啊移民到火星上去哦。哦，有火星上去，不得了，不得了，不得了。我们家佩佩是做保险，保险经纪。嗯，对对对对，卖保险的啊。啊，保险。我们佩佩就是给需要的人介绍合适的产品，是雪中送炭的。没说过是啊，就是嘛。反正啊，我是不得好相信这些东西。我也没买过保险。你们相不相信？我不强求。哦。但是我们家佩佩做的事情是有意义、有价值的。你吃嘛，老汉儿。不是你们说的那种买保险。他是能帮助人的，哎，这里头有很多专业的东西，法律的，这个医学的，这个还有啥子？都是那个日常生活的。哦，那还是可以嘛。那你的意思就是说，不是一般的人能卖这个保险的噻？是嘛？保险的，这个工作不是一般人能干得下来的。我觉得这个工作太简单了。但是我妹妹很努力。你好了，你是还是多好的。可以可以。卖什么菜？来来来，吃点来来。新年大吉！好，新年大吉！好，新年大吉！好好好。年轻人他们才懂这些东西。你熊猫哥。祝不祝你新年快乐啊！哎呀，好嘛！明天咱们出发。你能不能不要瞎下定义？对对对，小孩蛮弱的。那太有点事儿。嗯，大人说话，小孩别插嘴。吃你的饭啊！来来来，吃吃吃吃。快点的，住没住？住了，住了，那不就有情况吗？那能咋的？那过年，那我还给王主任住了呢。那你肯定给王主任住。那你关键是你俩这关系，你是吴主任呢。那我俩也就是，这就是找理由要跟你聊天儿。完了完了，过年住新年公寓咋了？没有人给你住啊？我怎么不信？没有人给我发。那我看看，不可能。没有人给我发信息。我看看来。你英语知识，看我手机。天，你这八卦呀！闺女啊，哎，你就好好待着，家里都挺好的，不用左想右想啊。放心吧，爸。哎，肥肥，你家头那个养鸡场怎么样喽？一点问题没有，大姨夫。那养鸡场现在我跟你说弄得杠杠的。是啊，前两天我刚给咱家招俩人嘛，那干活是不是立正？可以呀，从哪儿招的呀？你还能招到人呢？我大学同学，哥们儿专门干养殖的。就前两天你那小黑拉肚子，我们仨都给治了。呀，现在咱家那些鸡哪个生病了，哪个没吃饱？一眼就看出来，吹吧，我咋那么不信呢？哎，云妹，你可别不信，你看看看看，先进养殖户，咱家挺棒的，可以呀，整成先进了，真是大家满意啊！云妹啊，你看见没有啊？家里一切都好，你呀，尽管去放飞，行，对，使劲飞，你就往高了飞。累了随时回来，我们在家里的机场等你降落。哎呀，哎，这破心眼梗让你用它，接不住的。来来来，再喝一个。来来来，越来越好。话说回来啊，你就飞你的，我们还是不希望你因为我们回来，家里这根本不用担心，我有老弟照顾。要啊。现在真把自己当大人了？什么叫把自己当大人？那本来不是吗？行，那我就放心了啊。敬姐姐，来吧，敬爷，敬大人，然后可以开喝了。对，来来来，谢谢啊，小野，吃这个蜜橘，这个可甜了。哎呦，可乐，不能吃的。妈，你让人早点回去吧，家里还等着他吃年夜饭呢。没事没事没事，我家里晚饭都吃得完。那小颖说了不着急嘛。对呀。哎，小颖，你说你来就来，那么客气，买这么多礼物干什么？哎，我都给忘了。来，叔叔你看，这是我给你买的游戏机。哦。啊。游戏。游戏。这里面它是可以两个人玩的，它有那个拳击、赛车，还有那个分手厨房。分手厨房我们早分手了。哎哎，过年了不做这个了，小颖。你教教我们吧。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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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
你摆龙门阵做。佩佩。哎。这杯酒是我跟你妈妈的道歉酒。我啥子钱啊？我和你妈妈一直不懂你的理想，对你的工作有偏见，是我们的不对，希望你能原谅爸爸妈妈。我原谅啥子？信仰都跟我说了，你帮助刚做的事情，你也帮你的同学讨了公道。马老汉儿为你非常的骄傲，原谅我们嘛。那你接不接受爸爸妈妈的道歉？接受，接受。好好好。有个啥子套路啊，真的是。哎，手抄款真的是。那个，我再问你件事哈。你问。就是夕阳和李峰他们两个小伙子，你会选哪个呢？给我说一下吧。我不告诉你。哎呀，我就喊你不要问了。哎呀，没有这次嘛。幺儿，嗯，没有生气吗？没有。我跟你说，要是我的话，我就选夕阳。你看夕阳那个小伙子，看他多阳光，多枝丫的。哎呦，你看那刘峰哦，好不容易到我屋头来一趟，空起手就来了，一点眼色都不得。哎呦，有点财迷了，你反省一下啊。我反省啥子？我说的都是事实。你吃嘛。好嘛。好嘛。吃吃吃，来来来，快吃快吃快吃。好好好，你们啊，吃好喝好哈。我准备把你吓到里头。这挺有意思。泡在这个饺子里，我包着这么挤的饺子。这小嘴怎么演？我就是这样。难整。你看，我感觉你能演。这是东北水饺。你这一惊一乍的一天，我有戏剧表现力呀。我多正经啊。你的年少吧。你这个感情多丰富，多丰富！哎呀，佩姐发微信了啊！你给你大姨的那个汤圆，南方过年吃。哎呀妈呀，这也不发红包啥的，光住啊？干住！我暗示他一下怎么样？